Hello。受经，我们看五重贤义讲义的第五页，它的利用，就是五重贤义第四轴。那所谓利用呢，是往生不退为利用，往生四途正三不退。那这里往生彼国呢，有四土之差别，也就是信愿持名念佛的浅深啊，所以导致有四土的分别。一个是凡圣同居土，凡圣同居净土，就是往生到那里有圣人，有没有断烦恼的凡夫，那里去叫同居。第二种叫方便有余土，念佛人一向专念，但未断惑故。方便有余，他是断少分呢、不至全部惑都断完，还没断，方便有余，所以有余还有烦恼，业未消完，所以这才有待业往生这么一说。三呢，十报庄严土。这是念佛人呐、行持庄依，不为烦恼所杂乱，从事打理，破无明，见法身，为别教的初地，原教初住之大士生持，这就高一级了。他能够从事持拿到理持，开始破无明，见法性生。那么从释教当中是已经是别教，不是藏教通教的修行人，而是别教的初地，原教的初住，这样的大事。第四种是禅机观土，那是法身佛所居之土，能够做到四理不二，即而照，照而即，就是即而常照，照而禅寂，不动真寂啊，就是身不动，而能够呢普应十方法界，这就是佛所居的净土。所以四种净土的区别，因为修的过程不同。那么身的四土呢，能够得三种不退。一个是位不退，因为已经入圣流，不堕凡地，他就不会再像轮回六道再轮转了，已经进入圣人的这个行列了。藏教的出国，通教的见地，别教的出住，原教的出信位，这是天台的分别，四教的不同，要做到这样子。藏教要出国，出国就小禅教正出国，才能够位不退。要行不退，行不退就是行持修行，发菩提心，修度众生，这样行能够不退了。他已经呢，除见思惑，见之惑已经断了。浮尘沙开成了浮和断，开始断浮呢，尘沙的烦恼。横渡众生，不堕小尘地，他就不会退为小尘了，不会只是为自利而已。通教的菩萨，别住的十回向，原教的实性。那这里为什么没有藏教呢？为什么没有藏教？藏教他不行，没有行菩萨道这么一说，因为小乘他没有行菩萨道这么一说。所以说这里行是行菩萨道啊，横渡众生只有通教，他因为通善是别教，通下是藏教，那这里当然是通善啊，是指的菩萨。念不退是要破无明，显佛性，念念入如来国海。别教要到初地，原教要初住，那么通教都没有了，
因为通教菩萨只是刚刚始学，现在别教呢，他已经进入别教这个位置了，要这样才能够念不退。这样回观一下，我们在这个世间修行，行位有退，行有退，念有退。我们位是什么位？是凡夫位，凡夫薄地，当然有退，时常都有退，时而这样发心，时而那样发心，行做一段时间不想干啦，不想做啦，时时都有啊。我念佛修行都有退转，念头今天这样想，明天就不那样想，是不是这样？啊，刚刚来这里平静自己，哎呀，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好啊，我要好好住下去啊。哎，住了一段时间就不见人了，念头有退，他胃也有退，住在这里也有退，就不想住，太麻烦了。那不是我昨天讲了，那平静是出家人实在太麻烦了。对吧？吃过饭了，吃个咬个小馒头要剥一提，吃个水果也剥一提。那早晨吃脱换不换剥一提呢？我说早，他说早晨吃东西换不换呢？我说看情况，对不对？你早上如果八九点吃米饭，然后中午再去吃，怎么样？又犯了，怎么这么麻烦？那别的地方随便吃，怎么就不犯呢？不是不犯。他不知道，他也不管那么多，是这样子。所以啊，一学起来就很麻烦，这个啰嗦的事情就很多。你看我们安居一天到晚，你看见吗？从早晨三点多钟开始打这个敲那个，一直敲到晚上九点，九点半呢，还不是九点呢，一直敲到九点半没完。哎呀，一会儿敲这个敲那个，是不是这样？其实你不代表也可以，一般轻重你不代表都可以。这会敲着干嘛的？那会敲着干嘛？是不是这样？又打板，又摇铃，又敲鼓，又打钟，是不是这样？哎，太麻烦了。那个小庙没有这么多麻烦，那就住小庙好了，对不对？自由自在，小庙自由自在吗？我们曾经也有一位住在这里，住得好好的，他不住，他也去建小庙，建完小庙，人家苦恼不堪。前二十多天吧，来这里，他见到说：“哎呀，他说古人。”古来人们讲过，他宁肯在丛林底下睡觉，不要在小庙里呢修道。他真是这样子，他小庙去修道啊，修啊修啊，他麻烦事情多多啊，他一天到晚就想着想啊，丛林底下睡觉，你睡得不安稳，是不是这样？人家在用功修行，你在这睡着睡着也不踏实，你早晨不起来上殿，多少不踏实，一会儿一趴，门一响就在这来了。是不是这样？搞不好要叫我去跪香了，提心吊胆了，你就赶紧起来，要么你就装样子，哎，我头很疼啊，或怎么样呢？是不是这样？肚子不难受，你也说我肚子难受，但不能天天难受啊，对不对？你总要换一个部位难受，是吧？今天肚子难受，明天头难受，明天胸难受，腿难受，都难受完了就没得难受了，你还得上殿。就在丛林底下很麻烦了，那就睡得不安。你看小庙，我愿意睡就睡呗。今天功课没做就没做，就了事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地方住着也是不容易，所以呢，你想好好住在这里，好心想住在这里，也嫌得太麻烦了，他就会走人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众生无始以来都是散漫的，习气多多。所以你要在降伏这么多事情就很难，所以念要破无明呢，显佛性才能够做的念不退呀，所以就比较不容易。那要解里面说五逆十恶十念成就待业往生举下下品皆得三不退呀，这好啊，对吧？五逆十恶，你十念能够成就待业往生，即是下下品，上辈九品当中下下品都是皆。对，但为什么呢？是四土当中的凡圣同居土，你进入圣人的行列了，就不退了。你没证得这果位，它自然一生补处。下面呢，以方便为利用，这里指出来。我们上面说呢，以往生不退为利用，另外又提到说以方便为利用。念佛是方便法门啊，如果你搞得那么麻烦呢，那就不叫。比较念佛法门了。大比卢遮那经里面说，菩提为因，大悲为根啊，应该是方便为究竟，
方便为究竟啊，那有要以菩提作为因，有大悲作为根基根本，那方便为究竟。佛是一正二庄严，佛一报庄严，正报庄严。一是极乐世界的国土庄严，正它的法身庄严，果得离体，一持一句佛号为最善方便而证得。也就是说，你要证得一正两种庄严，果得庄严，那么靠什么呢？就靠这一句佛号就可以证得了。小本里面说一心不乱，大本说一向庄念，唐义，唐义随意，玄奘大师译的，玄奘大师译的叫细念不乱，细念不乱，其实是同一个道理。圆通章里面的不假方便，自得清开，皆是一句名号，这都是一句名号。一心不乱也是支持一句名号。大本里面呢说发菩提心一向庄念，念什么念阿弥陀佛名号。所以这谈义也是支持名号，细念不乱，都是一句名号而证得啊。乃至五逆十恶临命终时，但念名号即得往生，非方便者何？这怎么不是方便呢？究竟方便是最好，就是方便为他的利用。这两者都可以哈，一个是以往生不退，它的作用就是往生不退，它好处在这里。但是呢，下面说方便呢，就是它的作用所在。修其他的法门不是说不可以啊，相比较没有念佛这么方便。好，教相，我们教相这一节会稍微长一点，多引一些啊，也就是说净土法门这个教相判的这么高呢，跟其他的是不是能够相容呢？我们通常说法言是最高，法言境界是最高啊。那现在有大德就提出来说，净土无量寿经是小本的法言，法言是大本的法言，是这样的啊。那么怎么可以融通呢？我们想下面来看一看怎么去融通。那不是这牵强附会，那有人说那牵强附会什么都可以啊，他有证据才可以啊。你说的上去可以，你说不上去牵强附会怎么可以？但是讲精简论呢，它都可以圆融，佛法是圆的，你怎么讲它都是圆，倒是有道理，对吧？念佛感应了，说你你这个心诚啊；念佛没有感应，说你心不诚，业障太重，对不对？修行修的很生病呢，怎么办呢？佛法不消除业障啊，那有人家修了修了生病怎么办呢？业障发现嘛。那有人没生病没生消业嘛，怎么说都行，对不对？那不是说牵强，那他本来就是这么圆融。可是戒律里面不行啊，那打电话请教戒可以圆融啊，开个方便可不可以啊？我暂时在这里安居，我住的不舒服，我到别的地方去安居一下可以吗？没有开源，不是说可以不可以，没有开源。那有人说强行开源，我说你自己开你自己的，不管我的事，对不对？方便吗？慈悲开个源，那不是我能开的。律里面不是说你随老百姓想开就开，那不是开得一塌糊涂了？那是佛智是这样子啊。好，我们看教相。三藏当中经律论它是属于经藏，有时候说二藏，所谓二藏就是大乘藏和声闻藏，就是大乘菩萨藏啊，还有小乘声闻藏呢，它是属于大乘菩萨藏。五十当中呢是属于翻等十，五十就是天台有五十，五十八教啊，那是属于方等时。那二教当中是属于顿教，如圆教和顿教当中，这里属于顿教。五十啊，四十和五十啊，四教和五教当中呢是属于圆教。天台有四教，是暂通别圆，属于圆教，不是别教。
如果是天台的小史中顿圆，它也是属于圆，是这样。如果是渐教、顿教，它是属于顿，不是渐，不是次第的。一声佛号就可以正不退转，那不是渐，不是次第修，啊，那所以说它是顿圆，它就是圆呐、啊。一声，你这一声就可以得不退转，正三不退转了、啊，那就是圆，究竟圆满。好，那么此经强调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即得往生极乐。故大乘圆教圆顿之教啊，而理具华严世事无碍之妙义。所以下面要引的华严十贤门来说明，也就是说《无量寿经》里面所讲的，尤其强调啊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你就始终念这一句佛号，就能够往生了。那么这就是大乘圆圆顿的教法，圆究竟圆满，它不是渐次次第来的。可是这个理里面呢，在无量寿经里面就有跟法言世事无碍的妙义呢相圆融，所以我们要下面的法言的十贤门呢，来你此经相融，就是说做一样比较一样子，试做探究，我们只是试着来看是不是这样子。但是十贤门的前后次第啊，诸多的本子里面不一定是像我们这样排列，或者一一加也可以，有的一多相融放在第一个也可以啊，都没有一定，但是它义理是这样子。后人的研究啊，智严大师当时是立这十贤门，后来有人这样研究那样研究，但是呢，甚至这个整个的名相上也有所出入，大体意思是这样子啊。如果有研究法言的人呢，你不妨看看啊。第一个是同时具足相应门，同时具足，它不分前后次第的意思，就同时具足了。华严通常是这样子，这华严是法界缘起观，华严是讲法界缘起。佛教里面的缘起很多，有真如缘起、法界缘起、性空缘起，还有什么赖耶缘起等等缘起。我是讲阿赖耶是缘起啊，起心论呢、啊、叫增长唯心派呀、啊，叫做的真如缘起啊。华严是讲法界缘起。法界一个是从理上说，一个是从事上说。理上说就是众生的心性，众生的心性是理，叫做法界。再一个呢，法界当中的法很多，诸法的分界不同叫法界。就我们在诸位在这里，我们是人法界啊，这人法界当中每一个人的形体啊、思想都不一样，这也就是法界。人，但是我们所依的这个山河大地，各个不一样啊。然后我们前面摆地百合花了，还有什么这个花那个花呢？蝴蝶花等等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不同，每一样事物都不同，看见吗？这就叫做法界，这个跟这个不同，这法的分界不同。从事上是说这样啊，这个东西区别这个啊啊，这个是讲义，这本是书，这是法的分界不同，简单是这么理解。他说理从理上也叫法界，它的理的共性是一样，诸法空性，理性是相通的，是一样。所以说法言呢，无非讲的一切法都是缘起的意思。那么一切法所讲的法界缘起，是说它互相关系，互相关系，同时具足啊，有这么个。这两个谁先生？谁先生？啊？这两个谁先生谁？这两个一般理解不了，这谁先生？都父子是父亲生儿子呗，是不是这样？父亲有这个名称，是因为你生了儿子，你才当父亲嘛。对不对？我当不当父亲呢？没生儿子，你怎么当父亲？
对不对？女人也是如此，你当妈妈，因为你生孩子，你才成妈妈嘛。有了孩子，你才有妈妈，对不对？你没有孩子，你怎么有妈妈嘛？他说：“那谁生谁呀？”他倒不如孩子生出来，你的妈妈才成立呀。那有人说：“那没有妈妈，他怎么会有孩子嘛？”这两个名称是同时产生的，从你儿子一跺地，嗷了一声出来，你妈妈做成了。父亲做成啊，人家说哎呀道喜道喜，当爸爸当妈妈了，是不是这样？他没生出来，他不叫父亲，不叫母亲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说这是同时的，这名称是这样。然后我们看是因为前后次第是如此。所以说大道法，这里讲说大道法界，小道一法。大道法界是整个宇宙间所有的万物，大道法界，小道一法。我们通常说华严说随念一法怎么样，无非法界，就你举这一法，其实跟所有宇宙当中所有一切万事万物是相通的，但他们都是缘起，都是性空，这个理是完全是一样的啊。所以这一切都是有为法，都是众生的共业所感，为时所现，为时所变。那么大道法界，小道一法，互为缘起，他们互相缘起。今天我们在这里听课讲课，我们互为缘起啊。如果说我不上台，你们坐在那里当傻瓜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我在这里讲，底下没人怎么讲呢？讲得起来？曾经我们在录这个戒律啊，心之操录了录了，有一段时间曾经有一次呢录没录进去了，有一整段没了，好几分钟二十几分钟没录进去，然后他们叫我补讲。怎么补讲呢？就是回凡间在那补讲。我说我讲不起来啊，对着人才讲得起来，那我一个人傻瓜怎么讲啊？讲不起来，二十分钟我怎么也讲不了二十分钟，我就讲五分钟就讲完了，他接不上去，是不是这样？你试试看，如果你们都没人摆着桌子，然后我一个人在那里哗啦哗啦，你讲那什么？这是互为缘起的，互相缘起的，互为缘起，大家可以理解了吧？互相缘起是互相关系。一法成一切法，一切法起一法，一法能够成一切法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个凡子只是一个名称呢、啊。成一切法，它是很多事物来成的。这里面呢，开始要挖基础，然后呢，钢筋混凝土弄起来装啊，然后一层一层上去，它要成这么多事情成一法。说平行式只是一个名称，你说平行式到底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在平行式在什么地方？对不对？我常常提武汉，你到了武汉找武汉找不着。你们去过武汉没有？你到了武汉找武汉来，我说我要去武汉呐、啊。人家说你去汉阳、去汉口还是去武昌？我说我去武汉。他说没有武汉的。我说怎么会没有武汉呢？是不是这样？到了武汉找武汉找不着，就是这样。你到平行市，平行市在哪里？啊？平行市在哪里啊？所以一切法性空是这样。我们今天读般若经不是一切法什么？一切法什么？一切法皆假名，是不是？都是假名呐、啊。般若经啊，读读也好，是不是？你要成就什么什么都应该学什么？都要学般若波罗蜜多，你要怎样怎样都要学般若波罗蜜多，是不是？那都是假名。平行式也是一个假名，它是一个总体，由平行式由它的建筑，有这么叫出家人住在这里，然后还有这些生活条件，有人住啊，那才成为平行式喽。这一法是由众多法所成，那么一切法呢，起以一法，众多法它无非是为了这个名称而来，一法啊。如百仓入海，海之一滴即聚百味啊。黄河、长江，什么松花江，这个江那个河，全部的流到大海呢，
这个是长江的水，这是黄河的水，怎么分啊？分不清楚啊，对不对？然后说百川呢入海，哦，那么海你拿着一滴水，它就聚足百川，就这么一个道理啊。所以平行式，举法坛也是平行式，卧佛殿也是平行式，大殿也是平行式，举法它就聚足整个平行式了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那么说这样呢，百川归海，百川是多，我们才说华严的多与少啊是一样的，相容的。百川是多，归到海就是一个了，只是同一个道理。海这一滴呢，它又含百川的多的味道。你吃喝一滴的水，那么所有百川的水呢都有了，都具足了，这能理解吗？这好理解啊。大海那么多，它就都归海，大海是一啊，那么多的啊河流江河全部归到大海里面去，归一，多归一。就是说你讲一就有含多的意思，就是那么多河流的水都流进去了，那有多，一多。那么跟无量寿经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们看看啊，极乐世界不是有八功德水吗？那个池的水叫八功德水，那个水啊很好，八功德水那一个池水是一，它随众生意。我们无量寿经里面不是这样吗？你要下去那个水呢，愿意到哪儿它都到哪儿，到腿肚子再到腿肚子，然后我要到腰就到腰，到脖子到脖子，各自下去不一样，随众生意。水是一个，众生心有所不同，它都随你的心意。为什么一切都是唯心呢？所以随你的意。多和一呢，不相妨碍，不相妨碍。你说那池那么深，你看我们的去翻身池，你去看，它都是一样的。你去多深，大家下去都是多深，它就不能多一，就不能看多用啊，它没有这个功德。微分群鸟之音，亦随众生随闻不同。你高兴听到这样，他就听到这样；你想听音乐，他就音乐了；你想听法，他就说法。但是他同样播出来是一种声音，个人听的都不同。那我们这个世界也有啊，流行歌曲，那会唱的人他听起来很高兴啊，不高兴听的那不是很烦躁吗？也不是一多。功德不同啊。那么宝树隐现诸佛刹，一个宝树当中它现出诸佛刹都在，一宝树只有一个，现出诸佛刹都隐现在那里了。然后这是跟这一样啊，同时具足，这一个地方它就同时具足如此之多的道理。又如法藏比丘以210亿佛刹功德庄严之势，如一佛刹，他能够取210亿佛刹的庄严设在一个佛土当中，那就是以多归以一，即设无量佛刹为一极乐净土。此即法言一切法呢，同时同处具足相应。华严所讲的同时具足相应，多和少它能够同时具足，这一个当中可以现出种种，这是华严的道理。第一个了，第二个，广狭无碍自在门，这十贤门它就是打破空间的障碍，是所以我们能不解脱有时间和空间的业束。我们这个法坛三颗现在就容纳不下，还要住楼上还有一波人呢，挤不下去啊。我们不能够怎么样呢？广狭无碍。维摩诘经里面，维摩诘经的藏识它就是广狭无碍，一个小小一丈见方，一丈乘以一丈，那才有多大个地方呢？八万狮子座，还有几期多少人在那里？那狮子座有多大呢？不是说这么小，这么大个狮子座呀。我们那一站见方，这八万也进不去啊。
那狮子座身为人还上不去啊，拿楼梯的上不去，坐不上去。你看那么大的地方，这就是说怎么的管辖无碍，没有空间这种观念打破了。那如镜尺尺镜见十里之影呢，就拿个镜子照外面，拿个镜子照了外面，外面所有的影像都射在镜子当中，但是它不相妨碍，在镜子当中不相妨碍。这样呢叫大小圆融，就像本经里面说一佛刹现无边佛刹，宝树现诸佛刹，它不相妨碍啊。这就是跟华严的管辖无碍自在。第三呢，一多相容不同门，一以多，其实这很多都是讲一个，其他的都我们都能够理解了，同时也好，管辖也好，一多也好，一时千灯，灯灯相射，一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时代它没有千灯啊，很多灯啊，比如说这个光照过来到底是哪一盏灯照过来，它没有这样分，它是相容，这光是相容，一盏不够开两盏三盏，但是灯是相融相似。华严里说，若一佛国满十方，一个佛国还可以满十方，十方路一亦无疑，十方世界又到一个佛土当中，它没有显得很拥挤，对不对？亦无疑，世界本相应该有个义字，亦复如是的义字，世界本相亦不坏，无比功德故应耳，这是华严经里面怎么讲的，世界的本相互相入，一佛它可以满十方世界，十方世界又可以入一个佛国土当中，不显得多，这样呢世界它彼此世界本相不会毁坏，这样的无比功德呢是如是。本经说一发有无数业，就是你发也发不出来，莲花当中一个花它开了无数叶，我们念书文不是有这样念吗？弥陀生生念莲花朵朵开，还有呢，花开无数叶，花开无数叶，每一叶都见如来，是不是这样？这一发无数叶，这观经里面就有这样，一发无数叶，每一叶当中呢又无数的光，每个叶当中有无数的光，光有无数的法佛，对，依法含万法之德啊，依法含万法，就是一个法它有这样的光，又有这样的佛，有这样多的佛，是依法含万法之德，一佛号含十番佛之德，所以说你要念一句佛就可以，一加弥陀佛它含十番，一切都一样，十番佛共叹，共同赞叹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你念阿弥陀就行了，一说念这一个佛号呢，一尊佛号就是具足十方佛的德是一样的，十方佛以一佛摄尽，十方佛以这一尊佛的功德他都摄尽，是佛佛道同，是一样相通相融的，一佛多佛同赞，一佛多佛是共同赞叹，多佛同赞一佛德，多佛共同赞叹一尊佛的功德，那又如，这就是我们世间的事情呢。我们世间的事情，现在有闭路电视，闭路电视，你这只要安上那个线，安上那个线路，你看这个中央一台，我不想看了，你一压，它就马上那个台就出来了。不要等很久去找，把那个第二台把它找过来安上去，不需要，然后你要看其他省的台，一压就出来了，就像那个光波一样，你只要台对准了，它马上就显现出来，它就同时就在那里，我看一个台，其他的台呢，那个关呢，那个电波呢就在那里，这样呢就是既能显现呢，无需外形，就叫做一多相融。我们通常一就是一，多就是多，什么一多呢？那有钱跟没钱都一样啊，那不是乱套了吗？是不是？我一直有一块钱，那你那有一万块钱，那一跟多是一样。这我们世间众生没办法这样，这显得佛的功德
能够如此一以多是相融相似，它不相妨碍，一个其他的也都在具足在那里，理性是具足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凡夫诸佛的德我们都具足，没显现没显发出来。第四个呢，诸法相即自在门，上面是相融，这个地方是相即，华严十住品里面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上面一多相即啊，这个的诸法是相即的啊。那比如水与波，水是一个，波是很多，大海的波涛很多，这个波是多，水是一，波即是水，水即是波啊。离开水哪里去找波呢？波也就是同时就是水啊。那么众生流转于六道当中，它的本性是不变的，你妄念歇下来那就是本性，流转六道当中的体现种种差异，那就是波，种种形体不同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是千差万别，空是一个，是一体，一体如本经当中宝树香龙庄严，极乐世界无量寿经里面啊，宝树的庄严，或金树银树发果，或水晶树等等，有其他的珊瑚树作为枝叶互相庄严，有了琉璃为叶发果亦然啊，所居的舍宅宫殿楼阁呢，称其形色高下大小，或一宝二宝乃至无量众宝，随意所欲应念即至，也就是一以多是相融的相结，这就是说众生的功德同时具足。第五个呢，隐显隐秘显了具成门，隐啊，这两个，一个是隐秘，一个是显了，隐秘没显现出来，显了能够看得见，很明显看得见的叫隐秘。我们现在的佛性把它隐秘起来了，哦，那这烦恼很明显显在那儿呢。那么这个两者呢是同时具足的，也就是你有烦恼，其实佛性也就在那里，我们真如佛性也就在那个地方了，不是另外哪里去找。这个片叶明为并存，月亮，月亮，你看它圆，其实呢，缺就在那儿，缺，圆也就在那里，它只是挡住了。圆缺并存呢，圆既缺，缺含圆，众生具佛性，佛入众生界，随类度化。佛具足啊，众生具足佛性，跟佛功德一样。那么佛呢，又可以到众生界当中随类变化，它或者变成大山，变成桥梁啊，来度众生，还是变成种种众生旁生类来度化众生。金狮子以金的皮，华严有金狮子簪呐、啊，啊、哦，那清凉国师做的叫做金狮子以金，也就是比如说我这是一个。金杯，金杯，金与杯是同时具足的，这听懂吗？金，我这是金杯，金做的杯啊。那么离开金有没有杯？但是我这个杯的当体呢，就是金。但是你看杯的时候是杯的观念，金就隐了，金就隐了，没显现。你看金的时候就没有杯这个观念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吧？众生，我们看到众生，其实佛性就在那里，佛性、佛德也就那儿隐而没有，它其实是具足的。本经当中，阿难离西方佛，彼佛呢就是无量教经快讲完了，那佛叫阿难呢，你们想不想见极乐世界啊？如果想的话呢，你就赶紧向西方顶礼。他在顶礼头还没举起来的时候。极乐世界就显现
那彼土呢，晃光照无量国土啊，怎么样？晃漾浩瀚，余光不显，余光其他的光一切都不显，唯显弥陀的光。但是当时没理的时候，那个光也就在那里，因为因缘未成熟，它没显现出来。它因缘成熟了，它自然就显现出来了。其他的观不显，其他的观不显不等于没有。你比如说，我们在中午太阳很大的时候点个蜡烛，或者拿个扫垫，那亮不亮呢？不亮，不亮，它具足在那里而已。啊，就闲聊和隐秘就同时具足，那移光不显，并不是说其他的观不存在呀、啊。这里又跟电台一样，看电视的电台一样，你选台。不等于其他的台不存在，如果的同时都存在，麻烦了。你看那个台，每个台都出来了，怎么办呢？那就乱了，事和理就不能乱了。你看这个台，那其他台没有，然后你不想看，放那个台，那个台就没有了。其实它同时具足的，是这么一个道理。所以说，流转一生死众生的佛性依然存在。啊，然后呢，你们断了烦恼了。那佛性就显现了，不是另外去哪个地方去找隐显。隐秘玄了几层？第六，微细相融安立门。微细这就是大小相融。华严说，一尘中有尘数刹，一刹有难思佛。一个微尘里面有无数的佛刹，一个小小的微尘呐、啊，就是说。我们的门缝哪个地方有阳光照进来，然后再灰呀灰呀灰呀，那叫做微尘。一个小小的微尘当中呢，有无数的佛刹，这怎么去理解啊？就是华严里面讲说，戒指可以纳须弥，须弥纳戒指肯定没问题喽，是不是？戒指纳须弥，小能够容大，我们有大有小啊，啊。佛是从他的理性来观察一切法是平等，所以他小能够容大，就能够这样子。所以一刹里面有难思的，一个刹里面有难以思议的佛在里面，干嘛呢？转大法轮，这众生没办法理解啊。以一毛端即微中出现三世庄严刹，以一毛端当中一个小小的汗毛的毛端三中呢。极微很小当中有三世庄严佛刹都在那里面显现，过去佛刹、现在以及未来的佛刹都在一个毛端当中显现出来，这就叫什么呢？微细相融，小很大是相融的。那么这个经里面讲说，一发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，一光有三十六百千亿佛。光里面有这么多佛啊，那么一个光里面有，你看一道光就有这么多的光啊，一个花里面有出这么光，那么这么多的光里面有这么多的佛，有一些无量无数的佛啊。那众生心念含无边的念头呢，亦含在无边的功德，也就我们众生的起心动念有很多的念头，念头里面也同时含在无量的功德所在。我们具足的佛性功德是一样的，同时具足的。第七，因陀罗湾法界门，这一个互相相连相及的意思，互相包容的意思，也就是这比喻第十天宫会禅庄严。第十天宫里面那个诸王啊，这个大家都有些庙他会弄一个镜子啊，弄周围的镜子，中间摆一尊佛像，你们呢让它互相照，那就很多了啊！一说一千盏灯，一千盏灯，那么我提出一盏来，那其他的999盏的灯光呢，都同时射在这一盏当中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这990盏灯都射在这一盏，那一盏当中又分别射在999盏当中去，那我这有990盏啊。影射在这一掌当中，那么我又带着999掌呢，又射在其他每一掌灯当中，那每一掌灯当中又同时又在射在这里面来，有多少了？无穷无尽，
无穷无尽之多。就这样，下面相无